除了首相慕尤丁以及卫生总监诺奇山四名不同种族及职衔的前线人员，今天也率先接种疫苗。他们感谢政府提供这个机会，也都表示接种疫苗之后身体并无大碍。Apabila disujuk, tak ada apa-apa kesan dan semuanya okey saja. Dengan sesi interview dengan penerima vaksin kita, okey, ready semua, dah ready?这四名前线人员分别是布城九区卫生诊所的医药官陈玉玲医生以及护士希拉，布城卫生局的助理医药官凯鲁阿斯拉夫以及司机凯鲁。政府也计划从今天开始直到四月为所有前线人员接种疫苗。